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ock。那今天要回到我们的 Marvel Forever Remake 啊。那对，我们上次已经破完了第九关跟十大关，然而我听说后面这三个大关应该也很难，而且甚至会更难。所以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说不定前面那东西都只是小儿科而已。然后这个音乐好大声哦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就从一个很动感的音乐开始哦，而且这次是感觉是黑暗世界吗？他这还打雷欸。欸，前面最开始给我这是怎样？哦，对，然后写77条命，舒服。by the way，这其实已经是新版的第11世界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个旧版的难度很变态，所以他们就修掉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，但是至少是这样。然后，有那这么快什么东西？来，他那个打雷视角会抖动欸。这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要用这么烂的设计？我过来了，哇，这刚开始就这样 OK 吗？我们以速度取胜，可以的，速度取胜吧，可以，我过来了，王之蘑菇啊。哎，这样也会被他弄到。哎，跳不够好。哦，我就说这弹簧很难用哈。哦，他终于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用蘑菇怎样？我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。我在干什么？我没有看到那边。哦，天啊！哦，这暗暗的。哎。我在游戏才刚开始就已经死了17次了，你认真？哦，天啊，这关前面就好难过。哦，等一下小心，这个不会掉吧？不会，这 OK 好，nice。等一下，刚换位置可以好。这关有没有什么中继点之类的？小心，我知道我没事的，可以的。只要我非常的小心，你看我们超保守的啊，没看到，没关系，我们超保守，哎，速度取胜，可以，速度取胜啊，再看看，哦，这个弹簧，啊哟，这个弹簧真的很难用哎，哦。等一下，小心，保守，哦，碎，好，哦，太保守了吧，怎么会这么保守？加命，谢谢，好，等一下我要等那平台过来哦。这边啊，等一下，刚失手一下，吓死我了，我要在这边丧命了，OK 好，B 居然还回复了，我听到了，可恶，没看清楚，他那个打雷真的会混淆到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的，这可以进来，还那个嘞，Hello。没有回应是什么道理？动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他当掉了，我那么辛苦哎。这朵花很好。我死了几次啊？我看一下，77减54，23遍。天啊！才刚开始而已，第一段而已。那这有没有藏东西？就人家会藏东西的地方啊，没有，可恶！可是我这样不是往回走吗？还好啦，没有往回走很多。不是，我往前走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
哦，他是这样打破的啦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的，他一定要往回弹一下，他才会破，是不是？前面有火花吗？啊，可能有哎，可是他太远了吧？What am I doing? 那我是往这边走好了，我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。哎、欸，小心那个黄的，不会怕。哦，我就是往前走那么一点点而已。等下，蘑菇，蘑菇啊 ！Oh my god！ 哦、啊，哦、啊，哦、啊，我回来喽！好，现在就要小心，不要跑在前面，让那东西出现。哦 ，you， 丢啊！哦不，到底怎么闪啊？那轨迹完全没办法预测啊！哦，我死你们也许不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在这死41遍了，各位，太赞了！我变小了，那我刚刚吃那火花到底有什么卵用？啊啊，是有什么卵用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已经基本上要熟记这个游戏的流程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还是过不了。你看，我现在都已经轻松拿到这朵花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所谓的。哦，我没梗了，我没梗了啊，烦死了！这到底怎么躲？你跟我讲，这怎么躲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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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我不吃花，来，我在这边等。这应该有安全点什么的吧？它就是反弹道哎、欸。可这也不是我反应太慢啊，现在这个真的很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加命了。哎、欸，它有加到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它有加到。就是告诉我花还是要拿啦，可是那个地方。因为它那个轨迹很不轨，很不固定，所以我只能靠摔了。来，各位靠摔的力量，哦，摔，可以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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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，后面还有一只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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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今天够不够摔啊？哎，蛮摔的啊。好，再跳过去。好啊，很摔。哎，过来啊，摔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这招行得通。等他，等他，我要等他，因为他这个位置好 ，OK。有有破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弄死这只，然后差一点。可是我觉得我的 strategy 是对的，就让他会弄到，就当做我衰了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是衰。哦，有了。啊，可是不是我想的那么完美。我人要进去啊！问题是，我人要进去啊！哦，可是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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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好，来注意哦，他打破了，他打破了，又打破一个。好，他最好是把下面那个也打破啊。没办法，走。有了，啊！丢啊，丢啊！他不是很会丢。哦哟，好，很好，这轨迹不，哎，有一颗可以用掉，在下面，我们办法正好
哦。是，当你在第一关已经死了快70次，哦，好，再看到后面的东西，谢谢你作者。原来他后面没有，我刚才为什么一直会停滞不前？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后面还有一道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A minus world passage is near。哦，干我屁事！我已经麻痹了，你知道吗 ？I don't care anything. I don't、欸。哎、欸、哎呦！好了，还是有点 care 啦。哦，有蘑菇。呀，我觉得这要小心谨慎。我已经有前面的经验。它这一格一格的是什么烂设计啊？而且偏偏这游戏的那个移动又很奇怪，它会在前面顿一下，然后我就以为我要掉下去了，但其实又没有。你看。而且会出自于一个心态，就是你怕你会掉下去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他这次又没有停了，为什么？你已经这样子搞死我3次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，哦 ，Why？Thank you very much 我。我现在在 TAS， 是不是？我还要算。我这个按键要按几帧，是不是？哎哎哎哎！等一下啊、哦，我抓到一个可惜，就是可以哦，有哦，有。好，这该不会是唯一的躲避方法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而且这个哦，这地下有忽明忽暗的，超烦。哎、欸，是什么花？很好。什么东西没来？不要不要不要哦！今天任何东西都会影响到跳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慢慢来就好，因为我只剩8条命了，我不慢慢来能干嘛？他不会弹回来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好。啊！又是喷火花、啊！哦！为什么这时候这些乌龟就偏偏不会穿墙跑掉？真奇怪！你看，你看，这时候它就很完美，在那边弹来弹去。糟糕！我给我自己一个超级大陷阱。啊！还好，还好，我解除了化解。好，好，对。但我觉得这喷火花已经是一个很温和的东西了，比刚刚那一关的一直打雷来说。No. OK， 好。那我要躲在那边，好下来。我、哦、这只能小只的才过一下。Checkpoint。哦，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Min，Yes。那作者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我们在这边死无数遍？啊，我可以这，哇，吓死了，我以为这可以进去。还有那轨迹是不会弄到这边来，好好哦哦哎，哦、欸、好，这边可以躲，这边可以躲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好 ，What is this? What is this? 好好停停停，哎、欸、好，哼、欸、哎好停，这可以啊，这不能往上走作弊，他没有放什么诡异的死亡陷阱给我。哎、欸、哎，啥？好好好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其实他也没有放什么诡异的死亡陷阱啊，这游戏的每一关都是死亡陷阱啊。哎、欸，他会回弹哦哦哦，他长这样。好，下来 ，OK。拜托，我知道我要过关了，好不好？小心，哦，他一直一顿一顿，我好怕哦。小心啊！哎、欸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命，我有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尽管这个世界我已经玩了50分钟了。Let's get out, you feel for this calling. Give me just 3 minutes. Give me just 3 minutes. 哎呦！
这这作者一开始就要做这么机车吗？你知道好事是因为我现在那边一定会有一个生命给我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无限的好事。拜托他最好在每一个 checkpoint 里面都放一个这个哦，每一关都一样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哪一关都需要无限重试。无限重试其实没有用，无限好运才有用。啊，这什么烂设计啊，超小的。哦，这边。很，好。等一下，糟糕，没办法了。我在这下面，它应该不会出现吧？不会。哎，我过了。这关比刚刚简单多了。好啦，我们到城堡了。拜托，这九条命不要让我在城堡里面磨光哦！哦，还好哦，前面有一条命，舒服。啊，这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 不要好吗？我讨厌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很邪恶，我不喜欢这个东西。啊！手滑。这个大关的难度真的太夸张了，不是我来讲。前面那第九大关跟第十大关完全是小儿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根本不是设计给人玩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真的是哦，哈哈，啊，好，随便，来，哎、欸、，OK。直接下面挖沟，不要，好跳过来，告诉我已经到中继点了，我求你，拜托你，谢谢你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下面还要设计一个空心的砖块，让它可以踩，要它等一下不会上来再继续弄。哦，好 ，Oh my god， 哎，这是什么鬼架？你就直直的往前走是有问题是不是？你在开隧道还是怎样？为什么你要歪来歪去了？有完十八拐你！真的，我现在不是在什么乡间小道，你直直走会死啊！老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肯跟我好好合作，我们会非常轻松的突破这边。要不然你看，哦，天啊，好啊，这不能怪你，但是你还是很过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？你的轨迹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奇怪？哎、欸，这。凉了，你知道这游戏真的就是跟你在玩 FPS 的时候没有武器一样，你没有火花根啥都不能干啊，你就只能一直跑。这东西他们放了那个轨迹也是很过分，你不是跑就可以随便闪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关很啊，这关很过分的就是这些东西所有敌人偏偏又是你打不掉的，所以你有武器其实也等于没有一样啊。有啦，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打掉前面那三只，啊，后面怎么办？它会不会到 boss 区域的时候，然后它忽然就给我一朵花了？很奇怪，这东西是不符合惯性的，为什么啊？啊，这几下面挖沟，还要走迷宫哦，太先进了吧，还走错、哦？哇，什么道理啊？好，对了，这是什么鬼设计哈？跳跃 ，OK， 好，跳，等一下哦，跳跃 ，OK， 好，直接下面挖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过了吗？嗯？全错哎、欸，我是错在哪里？等一下，这边吗？啊！我在怀疑一个问题，如果，
等下、哦，如果我跳上去，现在行不过啊！手滑了一下，我在换姿势啊！如果我这样子一直冲，它是不是就一直无限循环？对，它会循环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可能要在这地方找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往下掉。好，所以跳过去九个，它会循环，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还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？跟这地方有关系吗？有那么过分吗？啊，我死了！好来，各位，这个部分，好来，各位，这个部分真的太快。让我讲解好吗？对了，好，反正就是我们要跳上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要看它的那个循环的轨迹，所以有看到它循环了，往下来，好，往前走，如果发现到好，哎，错了，回来，你要一直试，还死掉。这是有了，好，所以现在是这样，你要上来这边，好，然后过来，好不好？谁会想到要这样子解哈？好，不管前面就是 boss， 这边有一朵花，我需要，我要用我上第十大关的方式，保持在左边大法，好好好好，他看起来还好，他看起来还好，没那么凶。啊，没有很快，实在有十滴血，没关系啊！哦，他的攻击超密的，我天哪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至少会过了。现在还剩几格？七格、六格，可以换位置，再换。我觉得我不要蹲下哦，我觉得蹲下好像，哎、啊，算，我们还想说那位置不是很 OK。反正只要火不太高，其实都还好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要过了，我觉得我要过了。喂，好，剩四格血了，他不难打了。啊，三格血。哇、哦，他很烦哎、欸，他的火都在超近的位置。啊，最后一格，可以，等他吐完这个，然后。What？ 小心。小心！不要 ！Please don't! Please don't! 啊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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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啊！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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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弄不到他，两格往后退跳，他加速了，但是没有什么差，而且他还会常常触碰。安心，好，还有剩下一滴血了，可以的，我已经过了。好，没关系，随便。有没有把我的命磨光？谢谢，正好剩下零条命，我也太猛了。难得这次我过关没有什么感言，我是觉得很爽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花了78分钟，哇，这时间真的太棒了！我们花了78分钟破完了这三关哈，赞！这难度母汤，谢谢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，我已经不行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影片最后剪出来到底会剩下多少，希望是不会变得太长啊。就算它变得太长，全都是这个游戏的错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喜欢好订阅。如果你是 B 站的观众，记得给我们三连。那我们下次的话就从这个第十二大关开始啊！哦天啊，希望第十二大关不要这么靠北。